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，可是，我又不可以告诉别人我的名字。号码小布丁。没关系的，你就直接说吧。小布丁。啊，小布丁哦，你在等妈妈对不对？嗯。那我想说，要不要去？你要不要去打道馆？哦，好，可是我又没带手机啊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带我去打就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打，好像就一直点而已。好，走吧。走啊，我们去打。好，就是打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小布丁很失控啊，失控。对啊，暴冲姐很活泼，很活泼，变成什么？坏人有机可乘哦，嗯，他抓准他的这个弱点，然后跟他聊聊聊。可是我平常都会就是一直对一直教他，然后耳提面命说绝对不可以告诉别人，就是你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家里住哪里，然后其他一些，但其他都可以不要相信。没有啊，那若坏人长驱直入，我们又不能24小时永远盯着他，对啊，所以我也曾经遇过，就是跟他一起去那个 Seven 买东西的时候。然后我就看到门口有一个人拿着那个扫把当成吉他在唱歌，哦，然后你喜欢，他也看到是不是那个人？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拿着扫把当吉他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对对对。然后我就想说很奇怪，然后我就暗示他，我说哎，不要靠近，那个怪怪的，不要那个，不要靠近，对对对。就那个偏偏那个人就说哎，妹妹你好可爱哦，他就走过去了，来了，他就走过去就说啊，那个你在干嘛？然后什么两个就聊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他还问他说你这个几根弦的去哪里买？专业聊到这里，因为小布丁太会拉塞，对，音乐他也能聊，然后连。比如说我们家住哪里，然后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哦，什么死人骨头都讲出来，对，然后连什么我爸爸说什么啊，然后什么他全部都讲，那你就在旁边嘛。对啊，后来我就跟他说，你看不出来那个人很怪吗？就是头发乱乱的，然后拿一个扫把当记了。以后要注意这种事情，要重要。对啊，就这种行径就跟冰狗没什么两样。对。苹果干嘛？他两个怪怪的人呐、啊！我们一上下电梯遇到不熟的人，我们不会想接近嘛？对啊，对啊。但是狗已经在人家那里，还在跟他玩，那我们侧过脸来，怕人家认出来。苹果，苹果，快回来！这样，他死都不听。哇，对，这有点像小布丁呐、啊。怎么这样子拿你家的狗跟人家女？我们今天就给他每一组就做一个测试，街头实测。哎，今天你看多好，上节目同时给孩子。一个机会的教育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来来，赶快来看我们的测试哦。在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小布丁独自一人等妈妈。此时黄衣陌生人靠近，他会怎么做呢？嗨，你有玩宝可梦吗？会啊，我有玩啊。主动哎，没起完啊？我手机还在我妈妈那边的。主动搭讪，这样不行啊！我好想要打到广告。你的 CP 都多少？完了。我也不太清楚，是我爸爸帮我练。哦，你有在练哦？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，可是，我又不可以告诉别人我的名字。号码小布丁。没关系的，你就直接说吧。小布丁。啊，小布丁哦，要怎么快速的伸展？我因为觉得这个好慢哦，我要卡25很久了。那你要那个很常打那种，例如说超梦啊、奇拉蒂娜。小布丁马上就打开新房，叫陌生人怎么玩？这个啊，要爱屁啦！哇，我觉得你好像蛮厉害的，巧克力请你吃好不好？啊，谢谢。我又没有吃进去，我就只是收而已啊。你在等妈妈对不对？嗯。那我想说，要不要去？你要不要去打道馆？哦，好，可是我又没带手机啊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带我去打就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打，好像就一直点而已。好，走吧。走啊，我们去打。好，就是打完了。啊，你没有带雨伞吗？这样淋雨，妈妈不会骂吗？不会啦。不到10分钟就被带走了，我们看看小布丁跟陌生人独处多久。那我牵着你的手好了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然后你滑。美术纪念馆。没纪念馆。我不知道哎，在哪里啊？两个还手牵手呢。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不可以跟陌生人乱走？没关系啊，反正你是动物嘛，你傻。好，我是动物。没关系，他是动物啦。他是动物，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。啊，为什么妈妈现在还没来？他平常都这么晚吗？没有啊，他平常都明明就很早。很快。错啊！不负责任。像这种不负责任的妈妈。
对，妈妈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软桥啊，它怎么？我们现在走这边吗？对吗？啊，你家住这附近是不是？还是我们就直接走回家就好了？教我，这里我不知道，我要怎么走回家？你而已哦。对了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抓到了一只皮卡丘，再回家就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走，走去。我也不知道回家的路，随便乱探险。他没有梦游啊，梦游是你说的，他是他真的梦游，因为他穿睡衣出去外面，不管他做什么，对，你又不认识他，对，他包尿布你也不能理他。如果说他是学校的老师，你是认识的，或者校长或者同学，同学的爸爸妈妈，那还 OK。你跟妈妈约在那里，妈妈要来接你。啊！你又跑掉，你这样子对吗？万一他是假装好像是好的皮卡丘，结果他是坏人，那结果就把你整个……没有，他就梦游了，我怎么？他没有梦游啊，宝贝，来来来来来，叔叔跟你讲，机会教育，叔叔跟你讲哈，来看前面，他没有梦游啊，他就是一个人啊，那他会骗你说他在梦游，或者他是皮卡丘，对，啊，你就跟他走，万一妈妈来找不到你，那怎么办？你不要那么爱体熊。体熊听得懂吗？就爱讲话，对，爱讲话。因为陌生人，你要跟阿公阿嬷、跟爸爸妈妈，这还可以。啊，你跟他，你如果在路上啊遇到叔叔啊，你说啊，中宪叔叔，这是认识的人，这样还可以，这样懂那意思吗？要不然你看这样跑掉，你要是我女儿，我会很难过。对，找不到人，担心的。对呀、啊。好不好？刚刚妈妈看这 VCR， 妈妈都快哭了。对呀、啊，吓到了。真的皮卡丘在真实世界是没有的。是没有哦。好吧，来抱一下妈妈。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还是要抱宪哥。来，请选择。不要选择，抱自己选。反而妈妈，你还在那怀疑？对呀、啊，怀疑妈妈。你不觉得妈妈在梦游吗？我在梦游，快点带我回去吧。救一下妈妈，好，抱一下妈妈，抱一下妈妈。怎么了？来吗？难道你觉得我是假的妈妈吗？你每次都说我是在孤儿院捡到的，当然会以为你是假的。怎么会这样讲啊？喂，他跟你说你是在孤儿院捡到的啊？我妈妈都说我是垃圾桶里面捡到的。我妈妈说我是桃太郎伯伯，那还不错，真的吗？桃子伯伯从纸盒里蹦出来的，都有哎，好多种说法。大人也是要把仔细的讲清楚，对对对，要不然开玩笑的话，他们当真的放在内心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没有啦，你是我生的。妈妈机会教育一下，赶快接。你是我生的，知道吗？不是这一段，是那一段，皮卡丘那一段。刚那个你看不出来那是假的吗？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穿着皮卡丘睡衣走来走去？还是他是僵尸？不管他是什么，对，不管他是这个孩子，对，将来可以朝着编剧的路线。真实世界是没有宝可梦的。我当然知道他是虚拟的。对啊，那这时候你就他又很清楚，知道吗？宝贝，知道哈，不可以，以后要注意这种事情了，听妈妈的话，要小心，妈妈不会害你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好好回去做。